昨日上昼，隔篱备受三星台力捧，唱歌拍戏两手揸嘅俊宏仔，就以星援一哥嘅姿态现身商场，同班 fans 一齐喜迎2017啦！既然讲到是明星迎新年与众同乐，所以当日俊宏仔一上场就先同班 fans 玩翻个吸管默契全福气先。嗰度有通接住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掂晒嘅就系咁样啦。哇，可以喺俊宏仔上啊，唔系喺个嘴度接过呢个公仔，相信呢个妹妹仔今年肯定由年头旺到落年尾。诶，只不过其他 fans 都唔使失望住，事关好色都嘅俊宏仔仲准备咗甜蜜喂你食饱饱环节，俾大家同佢近距离接触噶。阿边男，哇！哇！见到呢个妹妹仔嗒嗒杯落嘅样子，就知佢有几冧咧。只不过冧咧，又点少得俊宏仔呢首冧歌炮火咁杀食咧？俊宏仔唱起歌嚟春风得意嘅样子，就知有台下嘅 fans 咁撑佢，同埋肯俾咁多机会佢嘅公司，新嘅一年都如鱼得水啦。话时话啦，俊宏仔喺2017，你自己心目中有冇定落啲咩目标先？2017年就希望喺音乐上面就要加油啲啦，要开 turbo， 而家都开紧噶啦，咁啊同埋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开到演唱会啦，咁啊就会呢一年就会放晒所有心机喺度。咁睇嚟，俊宏仔你自己对2017已经系有晒全盘计划噶啦。不过除咗喺音乐上面咧，我 Jimmy 知道你嚟紧仲会有一套新戏要上，就系同前辈 Loka 合作嘅《雨蝶同舞》。咁唔知你自己又期唔期待呢？系啊，有啊，因为我角色系做一个间谍嘅，咁就成日就要同啲人啊有啲冲突啊，咁所以就都有好几场嘅打斗场面，咁我都几期待的。